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考虑这个单板，这单板它受了两个力，对不对？一个是其实这个红色它也算是绳子的张力哈，或者是你要说它的向心力，其实向心力只有一点点，它重点是它的那个单板绳子的张力是，起来啊，对，然后这个绳子的张力跟这个重力形成了一个合力迫着它往这边运动。啊，所以通常你可以看到网运动的方向是哪里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它合力的方向是往哪边，对吧？假设这个一个物体，它现在静止不动，我现在受了一些力，很多力，它下一个瞬间它往那边开始移动了，选它刚刚所受的力往哪边？是不是同样的方向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同不同意？它本来静止不动，现在开始往这边移动。所以它中间一定有个加速度，加速度往哪个方向？往这个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力往哪个方向？也是往这个方向，这样同不同意？所以这个物体，假设把这个单板拿到这边，我要放开那一刹那，我放开了，它往哪边移动？它往这边移动，沿着切线方向移动。所以那一瞬间，它已经有个力，是沿着切线方向在施力。好，这样没问题。所以这是。绳子的张力跟重力给它的合力，就是往这个切线方向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之间的关系啊。假设了，我们现在把它画成一个，把这条线连起来。好，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三角形？这是一个什么三角形？直角吗？是直角三角形，对，直角三角形。这直角三角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跟这个是相似的，对不对？你看。那不应该啊，直角在这边嘛，对，这是直角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啊，直角在这里，所以这一边跟这边的关系是谁跟谁的关系？假设以这个图形来看的话，是谁跟谁的关系？有没有等于？假设我们这边是 x 的话，有没有等于是？斜边跟 x 的关系啊？有没有？什么？你刚才不是画了一个相对的直角？对啊，这个直角。然后你那个三角形上是？这个三角形上的直角。那好。有问题？好了，有问题，在这边有问题。你有没有起来看一看呢、啊？有问题？有问题？这是两个三角形问题。对，确定没有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这边假设受了一个力，这个力跟这个 mg 的比值，恰巧等于三角形，大三角形的话是拿来两个地方的比值，谁跟谁的比值？对，小三角形的 mg 嘛，这边是 mg， 对不对？这边是我们所受的力 F， 对不对？跟这个大三角形之间的关系，这大三角形那你说那摆长多少？摆长是 L 好了 ，L 跟 X 的比值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系是 F 比上 MG 等于什么 ？X 比上 L， 有没问题？嗯，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哈、哦。是，他们的三号跟那个相似的。相似的。是不是相似型？这边直角，这边直角。对。有问题。可以证明吗？这个角加这个角等于九十度。这个角加这个角等于九十度。这个角是直角。所以呢，这个角等于这个角。这个角等于这个角呢，所以这个角就等于这个角，所以相似三角形。哦，好，可以看到吗？这个，第一个九十度之间相等嘛，然后再来呢，互于相等。这个角加这个角等于九十度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角加这个角九十度，他们两个互于。这个角就等于这个角，这个角加这个角也等于九十度。对，这个角就等于这个角，因为这边是九十度，
对不对？对。下方题。对。好。所以这是你们在做局原本有证明过嘛？对不对？好，怎么样？大家懂吗？懂意思啊？所以这相似代表什么是量？所以我这边的 MG 比上这一段的所受的力，就等于 L 比上 X， 这没问题吧？所以我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式子，往下走哈，我们往下走就是 F 等于 L 分 X 乘上 MG， 有没问题？没有。没有问题。好，就接下来又回来了。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力，我们等于知道说，然后我们接上方向好了。这个力呢是往这个方向，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 trick， 就是简单的，我们有说这是一个秘诀，不是下决定式，因为我们在讲单摆的时候，我们算的角度很小，所以基本上这个方向呢，我们把视同为 x 方向，因为这角度很小，很接近，单摆很小的时候，是不是它的弧度跟它的垂直距离是很相近的？所以基本上把 F 当成，可以把 F 当成在 X 上的等量，所以这些当然是符号，就是我们在这边所得到一个 X 方向的力量。那这力量根据刚刚的解决运动来推导的话，等于什么？就等于 ma 啊，对不对？ Mg 也是负的。A 是什么？我们 A 用 x 啊？ Mg 也是负的。不， Mg 在这边是大小，没有方向。我们在前面做比值的时候是没有方向性的。所以你这样上面的等号就爆掉了。哪里等号爆掉？还是要换一下的。我这个负号是这边才给它负号，因为我们这只是做比值的大小。哦。那这边我告诉你说，它因为我们在决定的时候它有方向性，啊，它是负方向啊。绝对值上面。绝对值。啊，你要加绝对值可以吗？啊，它就是一个大小的比值关系啊。那这个负号是因为我们要告诉他说，我们要知道在这边我们要定义它的方向。好了，这个呢 ，A X 等于什么 ？X 等于什么？是等于 omega， 等一下，我先把 m 写下来啊。等于 m，a x 等于什么？等于什么？负的 omega 平方 x， 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记不记得？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再拿过来用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哈。负的 L X M G 等于这个东西。好，开始处理了啊。好 ，X X 约掉，负号约掉，还有什么可以约？M 约掉，得到什么 ？L 分之 G 等于什么 ？Omega 平方，所以 Omega 等于根号 L 分之 G， 对不对？对。Omega 等于这个结果，所以我们就说了，那大 T 等于什么？我们的周期等于什么？是不是二派 h Omega？对，对吧？你看 ，omega， 我们二派除以 t 等于 omega， 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这张图换过来。omega 等于，哎，对不起，大 t 就等于二派除以 omega。我们忘记了，就回去想一下最原始的想法就好了。所以忘记 t 跟 omega 跟二派什么关系，我就回去思考一下。二派是一个圆周嘛，一个圆周是在周期。啊？现在 t 分之二派。T 分之二派 ，T 分之二派是 omega， 就是每一个周期走了二派的角度嘛，就是角速度，所以是角速度没有错，角速度 omega， 所以它的互换就是 T 等于二派除以 omega， 这是互换而已。好，所以我们这样 omega 等于这个时候，所以 T 等于什么？二派除以 omega， 二派除以 omega， 所以等于什么？把 omega 带进来，对，二派这边导数了，对不对？根号 G 分之 L， 好。我们思考一下，这个就是你刚刚要的结果了。我们说单摆的周期跟谁成正比？没有跟谁成正比，跟根号 L 成正比。摆长越长，周期越长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跟质量有关系？这边跟质量有关系？摆长的周期跟质量没有关系。它会越长。那如果对，如果这样讲跟谁有关系的话，我们说跟重力加速度有关。所以在地球的一个单板，假设它周期知道了，我拿去月球，它周期会变长还变小？变
周期也在这边分子变小了。哦，变长。变长。分母吧。对，它分母啊，分母。分母变小。分母变小了，它的周期变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月球因为它的重力加速变小了，那它的分母的位置，所以它在月球的时候，它的周期就变长了，所以这关系倒过来。OK， 有没有？所以我们从以前不知道怎么推导这个周期的关系，可是我们学了体学运动之后，现在就可以推导，是不是这样？有问题？听起来厉害，听起来厉害吗？没有错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课本哈。课本这个范例38在55页哈，只是一个简单的运用而已，它只把我们前面在讲东西，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去运算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。那后面的接下来就是这张讲完，接下来就是习题的部分。所以麻烦你习题的部分，你可以自由运算哦，练习一下。它其实在习题部分就还蛮多有趣的变换啊，有趣的现象啊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。然后有问题下次问好不好？下次可以提问。OK， 什么问题啊？基本上我不太想说我们在上课不是，我们都常讲说我们是为了考试做准备嘛哈。谢谢了，等一下哈。现在跑掉了。